接下来请收看菩提如是说。四，诸位善知识对出离心的开示。夏沃巴格西说道：一，我等今生的一切痛苦之因，为攀求今生故，应当放弃对今生的追求。如果对今生的利益有极强烈的追求，内心惶惶不安，罪业、痛苦和恶名三者就会相随。若能节制追求的欲望，便是幸福与安乐之开端。二，因此我们承办今生与来世的一切安乐，其表现应该在于心中无有所求，不积累任何财物。三，不贪求利养就是最殊胜的利养，不贪求美名便是殊胜的美名。不贪求荣誉便是殊胜的荣誉，不贪求眷属便是殊胜的眷属。四，若欲真实修行，心因向往贫穷，最终于贫穷身能往生。若升起这样的决心，天、魔、人三者皆不会让他受到匮乏。
如果抓住今生的利益死死不放，则是自作自受，自欺欺人，自取衰亡，乃是堕入三恶趣当中。六，因此不要责备他人，谦和待人，减退欲望，舍弃一切不如法所事。修持正法，便会自己快乐，他人也羡慕，来世能获得菩提果位。七，总而言之，我等所做一切，所知一切，所言一切，若不脱离今生，就不能真实获得今生和来世的安乐。若能断除贪心，则一切安乐不用寻求，自然可得。五，正法与非法。在热镇寺，有一次有位行者在绕行，众敦巴和西对他说：“行者，转绕自然是很好的，但去修行难道不是更好吗？”这位行者想，读诵大乘经典比转绕更殊胜，便坐在大经堂内奉诵经典。众敦巴又对他说：“奉诵经典自然是很好的，但去修行难道不是更好吗？”他又想，修禅定比诵经更殊胜。便放弃了诵经，在床榻上双眼回避而安住。
尊者又对他说，修禅定自然是很好的，但去修行难道不是更好吗？行者感到十分迷惘，便问尊者，那我应该怎样去修行呢？尊者对他说，行者应放弃净身，应放弃净身。因此，如果没有放弃净身，无论修任何法都不是正法，都没有超越世间八法。如果能放弃对今生的执着，不贪染世间八法，便可趋入解脱道。博朵巴大师对众敦巴和西问道，正法与非法的界限是什么呢？众敦巴和西回答，一，如果能对治烦恼，则是正法；不能对治烦恼，则是非法。与世俗人相违则是正法，不相违则是非法。三，与经教相应则是正法，不相应则是非法。四，果报善妙则是正法，果报不善妙则是非法。贡巴瓦格西言，一，获得骗知的根本在于积累二种资粮，积累二种资粮的根本在于发菩提心。
菩提心的根本在于慈爱与悲心，彼等学处之根本都在于行持六度。二，布施的根本在于无有贪执，戒律的根本在于依止善用，忍辱的根本在于谦卑待人。精进的根本在于修持人生无常，禅定的根本在于依止静处，智慧的根本在于观照自心。三，加持的根本在于自己的信心，息地的根本在于守持戒律与誓言。功德的根本在于闻思修行，利他的根本在于远离私欲，自他二利的根本在于实修。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，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，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，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戾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开设佛菩萨工笔画课程，授课老师蔡淑年老师，日期自9月3日起，每周二下午2点至4点半，共10堂课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。本课程着收课程及教材费用，
报名电话07-221-2323 07-221-2323 07-282-0278 07-282-0278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启建佛母孔雀明王消灾祈福法会，恭请慧宣法师、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9月14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 07-221-232307-282-0278 07-282-0278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。哦，
树的心是快乐的，护身的心是感动的，念佛的心是平静的。